今天接到一条特殊的订单，要找一对闺蜜装，一黑一白，3000以内预算买一对。Let's go。这位小姐呢，她和她闺蜜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。她的性格的话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火爆的，然后她闺蜜的性格的话就是比较很文静的那种。白月光呢，给她的闺蜜，她看中了我们那个定制款钻石无极手镯戒的爱马仕那个的话，到时候直接去工厂里面找就 OK 了，把她闺蜜的那条白月光给她搞定。啊，这一批信号好少，这也是白月光。这个打多少钱一条？那圈口小哦，这边53的圈，带点淡淡底色的，这种的话就很温柔流利。这是什么价呀？10000一条，很纯，价格也很贵。还真没有哎，是我今天不给力了吗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不应该，白月光是很好找的，这次也可以。这条什么价呀？16000。有没有比这个更干净一点、更纯的？就这个了。刚刚那条的话，我觉得尺寸圈口的话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我觉得宽度稍微宽一点点，然后总之的话不够细腻，所以可以再找一找。这个宽度我觉得差不多，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纹理。56的一个圈，我在外面看一下可以吗，老板？可以。还是比较满意的，这样是光线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啊。你看这个水头的话是不灵不灵的，还是带领到小心哦冰的一个底子，底子是非常非常的细腻。问一下价格，老板这个什么价？2800。实在点，还不够实在。你看清楚，这么好的东西，1000块钱。看一下，又这么好，又看到1000块钱，你犹豫了就说明行了，老板 ，OK。过去了，你看一下，已经安排好一条了，还有下一条，直接去工厂搬。不能每次都空手来，这次我准备了一个大礼包，又是你们年轻人爱吃的。我要不一般的无极，我知道你这里会有钻石无极，不灵不灵的那种。钻石切割面是吧？对，就是钻石切割面。你看，你让开，我自己来选。这一条，掉了没？对，就这条，这个的黑度也够，一个钢琴黑的一个底子。这个什么价？3800。什么3800呀？现在无极都涨价了，这个量子很难了。但是我知道你不会涨价的，老规矩，直接说1300，老价格。那条我已经给你了。OK， 这两条给你们看一下，两个一起对比，不一样的感觉，白天黑夜，就像这她们两个闺蜜的感情一样，一个的话是活泼，然后一个的话就是属于那文静一点点的闺蜜，然后手牵手逛街，正在手上的那种色彩的一个碰撞的一个感觉了，想想就不一样的感觉。